7月5号凌晨，孙耀琪微博发表长文，再度回应爆料陈晓赵丽颖曾恋爱一事，称自己多年以来默默拍戏，从来没有炒作过，希望停止被打扰，还抛出了和宣传团队对话的微信截图，并祝福陈晓陈妍希的新戏新婚新的明天。最后更自称，一个愿意是为了平息而道歉却并不是没有人格的人。事情起源于孙耀琪在前几日的一次网络直播中，妹子因为嘴快爆出了陈晓赵丽颖曾有过一段恋情，并表示陈妍希不是小三。随后于正发微博怒斥孙耀琪，7月3号他发微博表示了歉意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谅，但此事却并未就此平息。更有网友扒出了他关注列表里竟然有一个专黑赵丽颖的账号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太可怕。孙耀琪爆料，孙耀琪道歉，赵丽颖、陈晓、陈妍希三个当事人都没有出声做回应，从始至终都是孙小姐在自导自演自嗨，如跳梁小丑般。奉劝孙小姐还是好好磨练演技，好好演戏吧。芒果捞新闻，都别吵了，咱靠作品说话。报道。